站住！原来，站住！站住！爸爸还给我！女孩子出门在外就要小心保管自己随身物品，刚才那种情况就不要追，万一对方有同伙怎么办？我是柔道冠军，哎，怕什么？你就算是世界冠军，但你也只是个女孩子啊。不要你管了。我，你要去哪儿？回去。你大老远跑来这里是来找我的吗？不是啦，我是过来旅游的。旅游？嗯，是啊。哎，喂，再乱弄小心我亲你了啊。好啊，那你亲啊。